他们就一看就这儿高，应该这儿会这儿是一样，这是个坑。嗯，这边下去这么多，再往这儿上来。对了，你看它这这么硬，按不动。嗯，所以说它，在时间里有疼了。嗯。你看也是，哎，膝盖也是不动。嗯。呀，一动作用了，基本是不动。你看上下可以动，虽然范围不大，但它动，但左右不动。然后它这儿，你看，这胯骨，明显的比这边高。说这边高，坐半会儿是胃，所以它胃这边，这僵硬，它这也堵的心烦，所以说你治疗的时候，首先给它叫开天门，也叫开肺门，看一，中指扣住天突这边俩，就是俩均等的位置叫开肺门，啊。哎，他都没有那个抑郁之气嘛，鼻子这给他开开天门，也叫开肺门，让他气开了，然后进入的机会。你看这样给他，也是心肺的功能在这儿，对，把这气给他呼出来，所以他的呼吸，所以他的呼吸这么压，你不能他憋气时候你压，他一呼气压。一吸气，你起来了，一呼气，哎，下去了，那么压。这根据情况可以压上八次也好，九次也好都行。然后压随着下来，你看这儿特别硬。这不应相安呢，应该是把手到肩突这儿接住它，然后你开始按肚脐上面水分穴，因为你按那个气不就它往上走就往下走，你要是个手不接住它呢，有时候应该它往上打根儿，直往下来的气它是往下走，先把中焦，对吧，叫开中包啊。这个你力度大了，你可以揉出几十下；你力度小了，你可能揉一百下还不行。说根据因人而异，这个不能说。有时候揉了这个地方，咕噜咕噜，肚子又响声，那又达到位置了。达不到也没事，你先头一次就不可能。然后叫中门，然后。其实就是气海穴，这都是开地门，把底下开了。成天说不可关门啥子吧，你关门堵的，你放开了让他跑。实际上就是气海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揉几十下，然后翻回来揉肚脐两侧的天枢穴，你看一般天枢穴都是几长，好多人这个地方都疼，所以说这也算地门里边的手啊。也可以这样，你看这都特别硬，是，特硬，对，吃肉还嚼硬，然后翻回来，水分上完，上完穴或者中完上完都行。然后这都开上边了。你揉也可以点，然后翻回来揉带脉。带脉是。